你不相信我能吃完是吧？别看你胖，但我家量大，胖的人不一定能吃完，他比较虚。胖的人比较虚，哇！看来你对男人很了解，我的天哪！美食不想做，排雷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！今天我到大唐国际这里来了啊！据说有一个这个冒菜加烤鸭，味道不错啊！今天我来给老板上一课，让老板瑟瑟发抖。走，海汇花市这个地方我还真没来过，不愧是美食界啊！这个人流真不得了哎！今天我们来吃这个霸尖冒烤鸭，里面坐得满满的，哇，还要排队呢。美女，你这是怎么吃的？就是冒菜里面加烤鸭。冒菜里面加烤鸭？对，烫一下。多少钱一份？大中小份，价格不一样。大份是180，然后里面是有整只鸭子加蔬菜。加蔬菜是吧？嗯，对。哦，一只鸭子有多重大概？烤干大概在2斤3两到2斤半。我让你给我搞一个2只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吃。太多了，我们家的分量比较大。你不相信我能吃完是吧？别看你胖，但是我家量大，胖的人不一定能吃完，他比较虚。胖的人比较虚，哇！看来你对男人很了解，我的天哪！是在里面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大姐，这是108的是吧？大姐。114。114。这鸭子是公的还是母的？看不出来。烤鸭加冒菜啊，这是我还没吃过，很好吃的。哦，这里面配的还有，这是鸡爪还是鸭爪，大姐？鸡爪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蟹肉棒。蟹肉棒。对对。那是什么汤，大姐？牛肉汤。加的鸡爪。摆点芝麻，哇，很香。这个真的特别丰富啊，特别丰富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金龙鱼油。鱼油。金龙鱼。金龙鱼油。哇，好香，哇，好香。今天给我老爸吃点家常便饭，三个饼太少了，不够塞牙缝。我把这个面条再给我下两碗面条啊，这个米太少了，下两碗面条，下一斤半就够了。吃这个鸭子跟这个冒菜放在一起的，这个我还没吃过啊，听说特别不错。我要放两只鸭子，那个美女死活不同意，她说你吃不了的，然后给我点了一份26块钱这一大份啊，很实在。你看26块钱，真的是26块钱，这么多。老爸你吃，这个你不吃是吧？来，老爸，我好油，这一个腿，你不要，让我吃。这里面的汤已经浸入进去了，最主要是10块钱，20来块钱。来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味道不错。你像我们平常吃这个鸭子，你一般都是烤鸭烤好了直接吃，对吧？那样吃的话腻歪，这个汤一蘸一煮一泡的话，把那个腻味去掉了，吃起来很舒服。感觉不一样。感觉像吃火锅一样。
很实在，像我这种饭量大的一个人就饱了，一般的普通饭量那种人两个人我觉得够吃了。